怎么了？一直打，他心脏不好。他心脏不好？对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听得到我呼叫吗 ？Hello， 他之前有这样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过。他还有呼吸吗？有，还有。还有呼吸。嗯，我还有摸到脉搏啊。没事没事，他还 OK 啊 OK， 先坐着先坐着哈。我刚如果没量到你的脉搏，我就要给你做 CPR 了。嗯，谢谢。不会不会。台中市一名65岁曾男汉妻子，8月30日下午6点多搭乘捷运走出水安宫站时，曾男突心脏不适正面趴地，倒地不起，妻子见状吓得大哭。当时台中市警四分局大墩派出所警员杨成祥在一旁执行交诊勤务，赶忙到曾男身旁查看状况，发现他仍有微弱呼吸、脉搏，尝试拍肩唤醒曾男，等待救护人员到场接手送医，幸没有大碍。曾妻表示，走出捷运站后，他忙着找巡公车站牌，转过头后竟看到先生面部朝下趴地，吓到完全乱了方寸，直说他心脏不好。直到先生恢复意识，再三感谢远景遇事处变不惊，还能顾及他们的情绪，这次幸运捡回一条命，决定好好就医检查。